安琪拉在古堡里被人杀害，变成了可怕的独眼龙怨灵。接下来进入古堡玩耍的小朋友将会遇到哪一些不可思议的故事？最后结果出人意表。正好里面有一个孩子是特别善良、特别天真的这样子，就因为他的话，让他想起了他就是还在生前他女儿领悟了之后，就那个心愿已了就升天这样子。翻起图文并茂的绘本还不够，更有栩栩如生的 cosplay 主角在眼前出现。原来他们就是剧中主角，包括服饰、妆容，全都得靠自己打点，也让今年道江广告设计科的毕业成果展览增添不少趣味创意。这一次我们是先融入那个游戏设计，这里有游戏设计组，然后还有一些学生他们自己创作那个网页设计，然后他们有做一些那个 QR code 可以去搜寻他们 FB， 所以每一组都有自己的 FB。国际化的一个呈现，因为我们的同学他们在就是各方面的收集资料，还有看的东西都是国际化的一些人物，所以我们 cosplay 产生出来的人物也都是国际化的一些人物。如果人可以藉由做梦完成自己的梦想，这个世界会变得怎么样？名为《做梦云》的绘本搭上近来最夯的环保潮流，赢得一致好评。而透过富有特色跟意涵的形象字体设计，融合鲜艳缤纷色彩，让学子们充分展现特色，也为日后就业做好准备。记者郭灿勇采访报道。